那我们去爬一下我的炮湖吧，还是很多人。谁说台南都不用上班吗？台南都不用上班吗？阁下，他在有经费。他就 OK。对啊，他们晚上有二公里。真的不用上班吗？好吧。这一家呢，我第一次吃呢是在纽约的上西城，那日本有开过，然后台中有开没吃过，台南第一次，所以呢，我们来吃看看呢。我以前在纽约就喜欢吃的这一家泡芙 ，Grand Papa's。对，它泡芙呢，就是现场呢在后面直接呢烤出来，然后放在展示柜让大家去做选择。那你点完之后呢，就是现场会有一位工作人员呢将你要点的这个泡芙呢，然后再依照当天，例如说有香草或是巧克力呢，再马上填充，然后撒上糖粉之后呢，再卖给客人。等蛮久的，稍等一下哦，你看好吃的泡芙，欢迎参考看看哦。好吃的泡芙。
这边一百先找你，那我们今天消费400岁有4点，那满40点的话就可以折100块，谢谢，谢谢哦。稍后一下，不好意思哦。超多了，生意超好的。到来这边吃看，直接拍一下，直接拍开箱。今天是人，谁说试营运没有人的？试营运人超多的，超多的。我们的泡芙好了，去拿泡芙吧。里面有放保冷剂，冷藏前记得取出。那红色包装都是巧克力的哦。那我们常温最多可以放1个小时。有什么感应哦？1个小时。对。冷藏24小时。好。好，不好意思，久等喽。谢谢您，欢迎来光临。报告需要你吗？直接先开一个吃了，等太久了，直接吃一个。我们吃它的巧克力啊。2月份限定，哦，好 Hershey's。生意超好的，那有一家刚没拍到，就是横滨牛排。洗手间呢，算是很干净哦，也是很干净的洗手间。